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有人排位还在进蓝吧？那我只好推荐一个边路黄刀鱼，制霸全场的同时教他做人。带惩戒出黄刀，能加快鱼的发育速度，加上鱼自带的免控机制，能削弱蓝的控制效果，还能放大蓝的刮痧能力，制霸全场那也不是有手就行。实况对局，这把我们对线后羿，先让他打工，反正我没有惩戒。黄刀增加的不只是刷野速度，还有支援速度。来来来，这蹲山加大没用，黏着他打，被动二技能和黄刀真伤都能对他造成伤害。六级打四级，给爷爬。蓝过来送了八级，丢个大，剩下的交给队友。只要我们经济刷起来，后羿是拿我们没办法的，所以黄道鱼一定要有保证。开局别被远程英雄下血线，满状态才能更好的滚经济，和线后羿是别想要了，成绩收掉。那这里可能有小伙伴要问了，黄道鱼虽然前期呢有优势，但不具备切 C 属性，后期无法对后羿造成威胁，所以既然我敢教你们选，那自然是有对策的。你们以为这塔真能保得住他吗？这种单吃别提多爽了，你们试过也会爱上这种感觉，就是那种我越塔强杀，哎，我还死不不说了，打团了。然后就进行了一波毫无配合的团战，盾山背了没人打，张良捏住没人打，洞皇吸着没人打，这可真是一波神仙团战呢。我们现在就要化身坤坤，做一个猎杀者。550块，这可是超神的蓝头啊！不出所料，这个蓝朋友就很爱记仇，这上来就给我整个铁三角，鬼才和你打！别刮了，别刮了，再刮你们就要给我烫死了！经过我这一大圈的马拉松，队友终于也是赶来了。众所周知，三角形之所以牢固，坚不可摧，是因为他们每个角都非常的重要。那这样已经少一个角出现了缺口，那他们就变得不堪一击了。7分钟已经7个头了，那在这个峡谷我们就可以横着走了，而且这还是在我们没有睡醒的状态。但凡我把眼睛睁开，那这就不是七了，应该是7777777。所以嘛，我跟你们说，蓝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其实很多英雄都是可以有效侦。我操，我的嘴开过光的吧？那必须要我刚才的行为止损了，就你了，夏师傅，黏着他打，这样他打塔的时候就会伤害到我，然后他就会吃塔伤，再然后他就会浪费一个闪现。那这个玩法的精髓就是一定要吸仇恨，鱼是没有什么主动进攻能力的，但是打不到人不妨碍别人来打我，就是要有那种输赢都无所谓了，我就要杀你的感觉。黄道鱼的修炼就大成了。这蓝刮好久了，你们看我掉血吗？不掉血啊，好难受。这波我开的团我还能收割，这就是黄道鱼的厉害之处。看到这安琪拉没有，知道我没血了还敢释放大招帮我回血，哎，不得不说峡谷人真是好啊。然后这个唯唯诺诺的后羿竟然孤军深入叉二塔，难道他真的站起来了？你不要过来啊！还是起不来？知道为什么他不敢回头吗？因为他一回头就会被我拉进身位，这样我就可以贴着他触发真伤了。那难道就没有反抗的余地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还出了反甲。对了，还有一点一定要记得，黄道鱼后期输出是有些乏力的，这把你们也看得出来，我队友确实不太给力，所以在20分钟之后输出就要用龙王 buff 来弥补了。龙王一拿，对面爆炸。在王者20星的局，这战绩可以说是乱刷了吧。下次遇到蓝拿什么，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一个人走在美丽的街道，长马万金，其实一切不重要，仿佛还能感觉你对我笑，不停地把我围绕，空气里弥漫着你的味道，关于你的片段占据着大脑，失去了随时问候的播报，茫茫人海无处寻找，一个人远眺看天空破晓，想做那一只飞离沉默的鸟，想和你遇到哪怕只一秒，只想确认你现在一切都好。忽然间我又路过曾经尖叫的街角，你离开打败我所有的骄傲，抬起头只剩那盏路灯原地静悄悄，他一定也觉得我有些可笑。